保镖在哪？这位不是保镖，刚才他不是说打的就是你，这不是他说的话。我认识他，他是谁呀？我也不知道，刚才谁抽的我？刚才至少不是我抽的你，知道吧？我没抽你，是别人抽的你。但是你现在说谁打人，就打的就是你，你这话凭什么来说？逼东西他妈白披一张人皮，白披一张人皮啊！怎么了？嘛不行啊？会动手啊？谁动手啊？就会动手啊？谁动手了？谁动手啊？我不跟他辩论，我直接说，谁说所有人都要动手？对他就不值得动手。算了啊！来，都下雨了，大家别再赶紧滚！你有什么权让我们滚？我问你，你又不是他的，你又不是他的经理，你有什么权在那大吼大叫的？那你凭什么变呢？有本事变呢？有本事变呢？说出个屁道理没有？屁道理就是道德在某种无在我们大家心中比法律更重要。确实，你可以在面上道德是他妈可以打人吗？道德比法律更重要。至少我没有打人，我代表我自己，密室里有检查重表示我没有打人。我没有打他，这样其他人打他我不管。但是你的辩论已经，我们一会儿就赢了。我们可以约一次现场直播的辩论，好不好？你作为。可以吗你？可以吗？可以吗？咱们有道理吗？有理不在身高，是有理不在身高，有貌不在化妆，怎么着吧？单独约一下，看你变呀！我真看不起你啊，真是，跟你们这样的人我真不配，你知道吧？可以啊，跟你这么跟他变，我不跟你坐在一块儿的，不配。我们就约在独家网，好不好？独家网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不配。可以。咱们现场见面，大家不想来现场见面。昧着良心说瞎话，就跟他坐在一块儿吗？我丢人！我他妈才16岁，我告诉你。我在加拿大上高二，我知道你的事情，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说一下，简单来说，我先跟你说。别紧张。你说我发现哪件事都找着了。对。每件事我为什么说？你说为什么说？你没有违法什么？说出3件事，还剩5件事。没有违法。你违反的一件事就是，你记罪，你没有违反法律，你没有任何违反他们法律事。但是你对着一个女人骂，你就辱骂我，我就不能回敬一句。你告诉我这个道理在哪里？大家想要问你问题，那你为什么骂这个女人鸡婆？你说她体制内还翻？因为她造谣，她造了很多谣，而且今天还在微博上造谣。那个女人在哪？骂你造谣美国？为什么网上的人都在骂你？我跟你说，她造谣哪几条？第一条，这个她造谣方舟子的这个老婆跟这个保姆说跟那个科学院你凭什么说别人造谣？那个科学家有了，对不对？第一条这是拿证据来。第二条，微博上就有。第二条。他造谴我说，我说了这个60年代没有饿死人，我从来没有说过假。就是我的微博上从来就没有。我说的是60年代没有饿死3000万，没有说没有饿死人，我说饿死了很多人。不法田，对不对？不法田，对不对？我们就问一件事情。第三条，你不用往外说这些造谣事，我就问你，他有没有先骂你？好，你回答有。你不说了是不是？有，请你把微博给我拿出来。你现在拿我的手机，把你的微博给我找出来。好，那如果证据，如果还在哪儿？吴老师，你知道你听我说，不许给我逃！来了，干嘛？我不会跟他动手，我保证。你在跟你辩论来了，你再给我辩论，你现在跑什么呀？别跑！胖子，哎，胖子，别跟他辩论。辫子夹死了，夹死了！辩论，你说辩论吗？夹死了！辩论是吧？吓死了！装死！看他们辩论就跑是吧？演戏呢？哎，演戏呢？演戏呢？别躲，别躲！傻逼！吴丹红，傻逼！吴丹红，傻逼！吴丹红，傻逼！这就算结束了，两张没了。这架约的，我操！功劳真功劳！哎呀妈！哥们儿没趁机凑那一嘴巴。我能吃。
让那傻逼知道啊！好，喝吧，喝吧，好，好，好了。折腾死我了！等会儿来，我他妈等会儿来。别跟我说这个，我路过这看人打架，我来看架来吧。到我这儿买票，我当然买票，不用买票，我也月票的。月票你给大家说一下，月票人，我真有月票。好吧。那个开门，开门，开门！他让他让他进去，让他进去。一个人可以进，其他人如果要就一个人进啊。要买票啊，要买票。要跟我逛公园的，咱买票啊。哎，好嘞，好嘞，好嘞，买票啊。那买票啊。我们都爱你。我爱你们。好。这是老爱的卡杆子，光天化日之下出来了。啊，那谁？以后打算。行了，大家放了吧，要买票咱就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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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了啊，散了吧，赶紧开始吧。是男的打你还是女的打你？让大家散，让大家散，散了，散了，散了，走起来，散了，散了，来，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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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散了。让他散了，一会儿咱们打了。Thank you.